肯定是出事儿。军哥，你是不是要出去啊？没有啊。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哎呦，这么晚了，改天行不行？不行，急事儿。你是不是想说陈浩天不是陈家豪的儿子，所以他现在没钱了？我，其实你不明白，他们其中的关系更复杂。你知道陈浩天是谁的儿子吗？不管他是谁的儿子，他就是他。他会因为这个改变自己吗？你们为什么总是不关心这个人的本质，而是因为他的家庭、他的背景去否定他呢？我没有啊。军哥，浩天他出事了，我得过去，我要帮他。不，我觉得你还是别去。他真的会出事了，我如果不去，真的会出事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一夜之间失去亲人，他是什么感觉啊？不，我同意了，你妈不一定啊。我还真没想到，那是你陈家人没一个清白人。我刚刚对那个姓梅的有点个子好感，还觉得他不义的。啊，佩巧，搞个半天是两面派的，哥啊，活该要倒霉，自己做的孽啊，自己上。哎，蔡姨，我觉得那个梅姨人还行啊，不坏。你是他儿子是吧？替他说什么好话呀？他还不烦啊？给老公戴绿帽子嘞，一戴就戴着23年。我怀疑他那只老公啊，是被他气的。蔡老师，来来，别跟我的汉事莫谈啊。来来来，擦水果，卫生手啊！妈妈，我出去一趟啊！哎，你今天不是没得夜班啦？临时通知的。临时通知的？我该不晓得了。对，那个刚给我打电话，张教授找。张教授啊？哦，那还是没得罪了。不过金妹子啊，我还是警告你啊，或者你上夜班呢，我随时会去检查的。我要是发现了你又跟那个姓郑的小子在一起啊，我还会把你关起来的啊！啊，知道了。你跟文静一块撒谎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是不是？去去去！是你听我解释。干嘛呀？不听你解释。他是不是找陈浩天去了？你赶快去把他找回来！你听到没有？要不我饶不了你啊！我也觉得陈浩天配不上他，但是他陈浩天今天太可怜了。没有爸爸就可怜了，你不也没有爸爸吗？爸也过得不错。不一样，他最恨他的爸爸了，他爸爸是我见过最讨厌的人。你看。儿子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那不文清更惨了吗？老陈，你看，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相册。昊天从小到大为你照顾照顾。你别这样，你。你是谁？我是谁啊？我是谁？昊天，
我是文静啊，昊天。我是文静啊，昊天。昊天，你在里面吗？昊天，我是文静，你在里面吗？代表快乐的，受了伤贴上它，马上就好了。你还记得这个打火机吗？这个还是你在黑夜里为我点亮的呢。活了23年，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谁。你就是你呀，一个开朗、聪明，偶尔有些小霸道，常常不讲道理，但其实心地非常善良的陈昊天啊。可是我已经不姓陈了。就算你不姓陈，你不是陈叔叔的亲生儿子，可你能说他不爱你吗？你能说梅姨她不是最爱你的人吗？从小到大，我一直觉得我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、最善良、最伟大的女人。我甚至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来形容她。可是现在，我还能相信谁？相信最爱你的人呢？他们给了你23年的爱，实实在在的一口奶、一口饭的爱。昊天，你真的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你受伤害吗？说不定他们是怕你受到更大的伤害才被迫这么做的呢。陪你去看医生吧。不用了，你来了，妈就好了。那个家，你真的要回去吗？我要回去。你爸，我丈夫还病着呢，我要去照顾他。可他们对你……没关系。你爸爸以前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才救的义，配救的妻。既然是老天注定的，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拦我。
这也是我为他，为这个家做的仅有的一点事了。妈，妈，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妈？走吧，妈。保重，好甜。不知道我叫他多少声妈妈，每一次叫他，他都笑得很开心。可是今天，我还叫他那么别扭，他哭得那么伤心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他错了吗？是我错了，她是你妈妈，永远永远都是最疼最爱你的妈妈，这个没有错。